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你相信。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我相信。王爷，王爷还是回去吧，王妃还是不见。我的心全已随你的传来，为你多浪漫。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若儿，可还习惯吗？只是有点想家了。若儿，这就是本王特意派人打造的街道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和你家乡一模一样？嗯。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都给你，守护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。无论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。我知道不应该等待，说到这还有什么脸是不愿做你的每一眼。小姐，王爷他走了。什么？今天可是新婚，王爷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碧儿，你过来，一会儿我们就这样，然后呢？谢谢了。看什么看？本王的爱妃渴了，还不上茶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呦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他没事。爱妃，用膳吧。嗯。王爷，姐姐就在那里，我们这样不太好吧？来，吃鱼。王爷，这鱼我不敢吃。杵在那儿干嘛？还不过来试菜？吃啊。王爷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你吃的一点都不剩，我们还吃什么？王爷，你别生气嘛，下次我给你留点啊。王爷，如儿不饿，姐姐怕是饿坏了吧？那倒没有，是因为王爷的府中厨子做饭太香了，
我就忍不住把它全吃光了。爱吃是吧？嗯。来人，掌嘴。是。冷贤臣，你个狗屁王爷，好歹我也是你王妃，你不仅让我给你和小妾试菜，还想掌我嘴？本王的王府，本王说了算。哼。冷先生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放开我！看我不打死你！背着你，轻轻来，娘娘，小心！关于爱，谁来提起？娘娘，没事儿，就一点小伤。再说了，我有药啊。快点！怎么样了？李太医，怎么样了？撑不过今晚了。你是来看本王笑话的吗？你若是救不了他，我定让你去陪葬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进。希儿，看住了，若谁进去，就是不想让郡主活。我活不过今晚。他们是庸医，庸医说的话你也信啊？你真的能救活我吗？试试看咯。怎么样了？告成，不用谢我啊。郡主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你来干嘛？前几日没能及时看郡主，是因为我也有轻微中毒，还死不了，还好王妃给我解了毒。王妃？嗯，这太医都解不了，王妃还真是厉害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呀。我的郡主，你太单纯了。幽无忧。嗯？哎，郡主来了，你这么快就好了？你是巴不得我死掉吧？这是说哪儿的话啊！我要是想你死，那我救你干嘛？你就是想在我哥哥面前邀功。说不定毒就是你下的。你这话说的我可伤心了啊。我说的嘛，郡主这么单纯的人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？原来是有人教啊。姐姐这话我就不懂了，郡主是成年人，难道在姐姐眼里郡主很愚蠢吗？那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说。来人，把洛无忧关进柴房，不准给他任何吃食。哎，你就这么对你恩人啊？暂不说你是不是想要毒害我，前几日救我的时候给我喝的是什么？这几日不光是身上，嘴巴里也一直是臭烘烘的。哎，你们竟敢这么对我！我是王妃，等我出去要你们好看。
你个死八婆，我救了你，你还给我关进牢里。算了，要是让郡主知道我给他喝的是屎尿，那还不得杀了我。算了，关几天就关几天吧。嗯，谁？你受伤了啊？没有。来，起来。起不来。我扶你。哎，你这伤哪儿了？不管你事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内伤对不对？把眼睛闭上，我给你拿药。不要。你看门都锁了，你要再不让我救你啊，估计活不过今晚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把眼睛闭上，让你睁开你再睁开，闭上。救你了。真乖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给。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是可以治愈你的药，喝吧。啊，刚才我看你明明在这儿，你怎么变出来的？其实吧，我是个魔术师。魔术师？就是可以，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变什么。那不是神仙吗？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喝吧，喝完你就好了。你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啊，明天早上肯定会好。哎，好、你叫什么名字？洛无忧。洛无忧。有事？没事。这哪是柴房啊，分明是牢房嘛。有了。醒醒，给你带了吃的，吃这个吧，这个好吃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肯德基啊，可好吃了。肯德基是何物？就这一个我给吃了，你吃懂泡面吧。这个是肯德基，这个是泡面，这个是可乐，可乐也很好喝的。喝的？啊，这怎么喝？像我往嘴里一吸那感觉。这怎么这么沙口？没事，第一口就这样，你再喝一口。不懂欣赏，来来来，这样我把这个分你一半，这个可香了，可好吃了。找点什么玩呢？我的手机。就你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
哥，长得这么帅的小哥哥当然要拍照留念了。这不是我吗？这不会是什么试婚戏吧？来来来，把你活还你，看着啊。那没了吧？啊，吓死我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姑娘？这个啊，就是以后谁惹我就把他魂勾走。哎，不要。王妃最近怎么这么消停了？听说郡主和柔夫人把王妃关进柴房了。甚好，省得她来烦我。可是怎么了？郡主吩咐三日不给王妃饭吃，今日已是第三日。什么？你说王爷知道了？是的，王妃，走去叫一下郡主。嗯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皇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胡闹。哎，扭得好小啊。你们在干嘛？嗨，皇兄。陆游，我把你关进柴房，怎么我小哥也在啊？王爷，你别生气，王妃肯定不会跟冉王有什么的。没事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你放开！你想干嘛？就这么寂寞难耐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偷人都偷到柴房去了。我才没有，是他们陷害我的。好一个被陷害啊！懒得理你，我就要走。怎么，又要去找人约会吗？我乐意啊，我就愿意，怎么地啊？你是本王的女人。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女人啊？大冷天让我投壶，在你和别人的婚礼上让我出丑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我是你的女人呢？你就是这么自大自私自以为是霸道的臭男人，往后余生我不想再爱你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也是，往后余生我不想再爱你，不想再爱你，不想再爱你。我和你虽然站在，我被欺负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对你们心慈手软。在一起，只愿与我。小姐，现在那个小贱人一个人在沐浴。命运会替我摘下面具。好，让我们郡主去看看。心中已约见你多少次，太安静。陆游，你对本郡主做了什么？你竟敢这样对我。然后呢？你疯了。这才刚刚开始，再让我发现你和慕容荣你们俩既想和我作对，我会让你尝到我复仇的滋味。王妃，冉王来了。知道了。无忧，你没事吧？我哥有没有伤到你啊？哎，我没事。对了，你伤怎么样了？你不早把我治好了吗？是啊。独忧，今天我要你好看。可不是这样下的。你瞎说什么？小样，跟我玩还嫩了点。
我知道你平日里就看不惯我，设计陷害我。放开我！怎么，疼了？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他先招惹我的。墨玉，在，将这个女人拖出去，给她二十大鞭，让她知道知道，欺负本王的皇位是什么下场。哎呀呀呀！昨天还说我是你的女人，今日就如此对我，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以后我是不会相信你了。还有啊，不想让我动你身边这些女人呢、啊、就让她们安分一点，少来惹我。如果惹我的话，我必还，渣男。走吧，去哪儿受罚？王妃请吧。我是渣男吗？他都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，你还好意思问这个？站着！姐姐，身体可好些了？你来干什么？听说姐姐被王爷打了，心疼姐姐来看看姐姐。这不，我让碧儿给姐姐带来好吃的糕点过来。少在这假惺惺的，滚出去！陆无忧，你少在这儿跟我装，信不信我让王爷随时杀了你？我看你是找死吧。陆无忧，你给我扎了什么东西？让你闭嘴的东西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走！以后与你皇嫂远一些。我真的搞不懂，她这么好的女孩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待她？把她关入柴房，还不给她饭吃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？我的女人还轮不到你来管。你若待她不好，我偏要管。浩然，过来。你干嘛去了？和玄尘星谈了点事儿。他没为难你吧？没事儿。对了，无忧，上次那个四四方方的东西，就像可乐鸡。哦，好像是。今天还能给我变吗？管够，走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有点好看。就你会说话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真好看，无忧。快吃吧你。王妃自是好看。吃完了出去吧。别忘了无忧是你皇嫂。如果你不想看到别人说闲话，那就离他远一点。这种话我不想再说第二次。你不是喜欢吃吗？都给你，滚出去。陆无忧，你就没有什么对本王说的吗？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子，要罚便罚，说吧，这次又几鞭？就这么想被抽鞭子吗？这不是你一贯的伎俩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何本王从未见过？你见过才怪了。你是说本王见识少，是土鳖喽？那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难喝？也就你这样的怪女人才喝得下去。是你享受不了好东西，还是浩然好？浩然就很喜欢喝。
不要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，否则你生不如死。浩然本来就好啊，还不让我说。臭男人，竟然让我跪这么久，老娘日后一定让你好看。哟，原来这是咱们的王妃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前几日跟你们说啥你们忘了？慕容容，你还是不要惹他了。郡主，你还怕他不成了？怎么会，这府里我连哥哥都不怕，怎么还会有我怕之人？慕容容，你这激将法对这个笨郡主还挺管用的嘛。你洛无忧，有本事别使阴招，看看我们谁厉害。时刻奉陪。哎呀妈呀，别嚷嚷，小声点。你也要欺负我？谁？真是可怜啊！你是洛无忧？你怎么来了？墨玉，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带回去。是。不好了，小姐，表少爷被王爷带走了，看样子王爷很生气。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王爷，误会啊，我与王妃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面。第一次见面就要做这种事情？洛无忧，你是有多寂寞？且不说我没有，就算是有，那也只能证明冷王你无能。王爷饶命啊，我与王妃真的未有瓜葛。王爷，你是真的误会姐姐了，这个男人是我表哥，他今日其实是和我的贴身婢女，他两人之前在府里就好上了，但姑妈嫌弃碧儿是丫鬟，硬是不同意。今日表哥来找碧儿，我便让他离开了，刚好遇到姐姐，我便让姐姐帮我劝劝我表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是。既然是误会，那你不会解释啊？解释有用吗？你又不会信。现在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姐姐。嗯，放心，只要日后你不惹我，你和你表哥那些事我是不会和别人说的。
你来干嘛？你是本王的女人，本王为什么不能来？我这可不欢迎你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偏要来。那你请自便咯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忙完了？忙还是没忙完？你要干嘛说吧。过来。干嘛？关于爱，谁来提起？对自己好。放开你的手，别碰我。罗无忧，你好像变了。变漂亮了吧？我知道。不只是容貌。而我仍在这里陪你等。你以前满心满眼都是本王，如今在你的眼睛里只看到了厌烦。这不是正如你意吗？省得你闹心。秋日已过半，冬未至圆满，而我的心却已碎。王妃，这个可真好吃，是吧？嗯。王妃好。王妃，这些是王爷赐给你的。冷贤臣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王妃误会王爷了，人留下了，那属下告退。这冷贤臣脑袋是不是瓦特了？故意讨娘娘欢喜。啊，你看这月亮又大又圆的。王妃，王爷让给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不知道。这该不会也是王爷送的吧？哪个王爷啊？肯定是冷王啊。冷王？嗯。你也吃啊。奴婢不敢吃，你吃吧。没事，你去端副碗筷，你自己吃。王爷，奴婢去给您拿副碗筷。怎么样，王妃吃的可还开心？说吧，你的目的，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？你是本王的女人，本王对你好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不应该，在我的印象中。你每天都虐我，以后我不会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来了，这么晚了，你来王爷书房干嘛？
你不是让我来救你吗？我准备好了银两和马车，我带你离开吧。我生活的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离开啊？你听谁说的啊？你们在干嘛？王爷，皇兄，贱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啊！吓死我了！还是我们那儿好，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不过，已经跟那个王爷那个了，他长得也不赖，要不要以后讨好他？省得自己天天担心嘛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给您炖了鸡汤。这你亲自做的？当然啦，尝尝看。怎么了？很难喝吗？那倒不是，就是有些烫嘴，都给本王烫坏了。你看，这儿。郡主，陆无忧，你想干嘛？害怕什么嘛？这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，理应互相照顾，你说是吧？嗯。王妃，什么事？你去告诉表哥，叫他过来。是，王妃。沈兄，这是又来找你表妹了？你放心，我可没和别人说，不过你最好带他离开，要是哪天让王爷知道了，你们可没有好果子吃哦。我知道。你怀孕了，我带你离开。不，我不走。冷玄尘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除了能让你吃饱穿暖，他什么都给不了你。那也比跟你在一起强。柔儿，我需要你帮我。娘娘吃点心。怎么了娘娘？不好吃吗？我有了。什么有了？我怀孕了。这真好吃啊娘娘。要不要告诉王爷？真是天助我也。娘娘试试这个吧。我不想吃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喝水。王妃，王爷有请。王爷这么快就知道了？走吧。王爷，你找我呀？你有什么要对本王说的吗？你都知道了？你怀孕了是吧？是啊，我还想着看到你跟你说呢。陆无忧，你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还好意思跟我说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倒是挺能装的呀，我现在才知道，真是小瞧你了。王爷，你就饶了姐姐吧。你闭嘴。对不起王妃，希儿不能再隐瞒你和沈公子的事情了。希儿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王妃，对不起，希儿没有脸再见你了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冷贤臣，我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信不信随你。我累了，我先走了。
王爷，王爷还是回去吧，王妃还是不见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秋日已过半，冬未至圆满，而我的心却已随你的春来。为你的浪漫我知道不应该等待，说到这还要什么脸，是不愿错过你的每一面。梦醒我又睁开了眼，昨晚又梦见你一遍，贴不过心跳的瞬间。时间过得如此的快，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。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挣脱所有的期待。彼此翻来覆去，可思念还在延续。爱情不该因为昨夜安心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。我只想要